刚好是父亲节，端午节也快到了，我们是通过这个亲子的这个包种子的活动，让我们的学生体验这个中华文化非常好的传统，也通过这个活动举行一个亲子的活动，希望他们也发扬这个中华文化的传统，尊敬自己的父母，也尊敬自己的文化。然后我感觉今天很好，因为又可以学到一些关于端午节的知识，又可以体受包粽子的这个过程。我最喜欢包粽子把馅放进去的步骤，因为我就感觉很好玩。因为今日是父亲节，所以同啲家人啊、小朋友过嚟学下包粽啊，玩下过下日子咁样。啲同啲亲子活动啊，因为学下教下佢哋过节嘅系，因为端午节系纪念边个啊，同埋大家开心下咯。